我是李阳杰今天已经过了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说今天是12月26号。坦白讲，我现在不是很想录这影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录，因为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定罪的证据。我就定我自己罪，这里不是定别人罪。我是觉得说我自己有些话该说还是要说啦，不然会内伤。其实我还蛮讨厌这个伊林弟兄，我没有很喜欢他，因为他这人就是感觉上他是像全时间，可是。我认为他有很多东西却配不上他身为一个全时间身份该有的，怎么讲，一个配不上他全时间一个该有的规范那样，就是说他没有将他自己全然奉献，可是他却做这个全时间工作。我基本上认为啦，我认为这样不好。那我为什么想拍这影片，是因为今天我和玉家，是玉家弟兄啊，我忘了，反正是跟某一位青少年弟兄在读这个喂养材料的时候，因为玉家弟兄他是一个还蛮追求弟兄，那他有问到许多的问题，就说到说这有关三一神的问题，有这个犹太人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耶稣的问题那样子。啊，我今天在读的时候，我认为说一位书信弟兄他有可能很多这个名词，甚至于那个就是他的属灵知识还不是很够，那我就花时间跟他解释一下。在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特别属质的闲聊啦，就是说我只有说解释，为什么犹太人不信服耶稣的时候，那伊林就非常打。用那种在我听起来是感觉很气急败坏的声音对我们说，你们干嘛还不读那样子。其实我当下是觉得非常受到打岔，而且很不喜欢他这个行为，不是只有一次，他有时候甚至于就是会在一般我们弟兄中间抱怨那样子，我认为是觉得，我个人是感到非常打岔，而且非常不喜欢他。我们并不是，在于这个童年，就是童年纪人嬉闹那样，我们并不是，跑跳、追打、丢东西那样子。我只是。尽我一位弟兄的身份，为这位玉家弟兄，怎么讲？坦白讲，这弟兄他是蛮追求，我认为好好给他属灵上的帮助，他应该奉献给主的事上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可是，因为伊林弟兄这样，我看到觉得说。坦白讲，我是觉得有点心里就是受到非常大打岔，因为他不止一次这样子，他是很多次。我坦白讲啊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他吃饭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我已经不愿意和他再跟他讲太多话，反正。
他那个性若是这样，哦，是吧？其实我也是个罪人啊，我也不好定罪他。可是啊，要我跟这种人与他多多建造在一起，坦白讲，就我来说很困难。我认为，哦，是吧？就你给我智慧。愿主，我只能说啦，愿主明鉴啦。我也不是说我多一个神圣人可以改正他，我是认为说，我是想说，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啦，不然哦，淤积在身体里面哦，内伤，那将来以后事情变大了。或者是以后不说，导致压力过大，到时候最后一根稻草被压垮，那就真的不好。我用意是这样子，不是说属实的抱怨那样子。哦，哇，所以我也是个罪人。哦，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有受到非常大的打岔，我也不愿意跟这弟兄愿意多谈呢。抱歉，帮助我在这世上能够得到你的引导，阿门。